slow it down, make it bounce. 지금 it's a fly, 정답 spicy, 청량도 좀 high.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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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
1536次，观看次数最多的影片高达120,000，就是我们聚聚的。OK， 好，我们 cover 圈人称巨人团，身高平均高达175公分以上，是目前最黑的团体之一。那这次呢，我们请你们要来玩一个游戏，是参考韩国综艺《最美女任选》它中的一个游戏环节。第一 round 第一首歌就有人错了的话，请你们要运动加精神。好，没问题。要把它结束。这三 round 都是可以叠加的，所以如果你们三 round 都成功，你们总共会获得6天的广告。为了怕你们不了解这个规则，我这边会请一位非常厉害的人来示范一下这个游戏要怎么玩。可以。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制作单位其中之一的猪猪。哎呀。第一步。双脚并拢，右手比一向上举起后放下，叫别人安静。双脚站37步，食指平行往右再回来。那食指平行往右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Katy Perry 吗？这样子就猜出来了，就是我们的正答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。第一 round 就开始了，那就请你们先派出一位。对，好可怕。第一题，面向左前方45度角，左脚向前踢起，同时右手掌心朝下张开，左手抓住右手手腕，像做 CPR 一样。右脚向后勾一下之后呢，向前踢的同时，双手在左前方45度。掌心朝下的平行往上抬，左脚向后一步作为重心，右脚稍微抬起，双手握拳，在身体两侧呈现 W 字形，秀肌肉。第四步，重心从左脚换到前面的右脚，同时双手一样握拳，从 W 字形换成 N 字形。等一下。不是吧？哎。我知道了。确定答错就没了。还是你还要再听我讲一下？五，左脚微弯，右脚脚尖向右边，同时双手握拳。右手从做秀肌肉的姿势，顺势向前方移动成加油的姿势。左手向左伸直，与右手同时向前方移动。快一点！你刚想的就是，你觉得试着就讲出来。哦。再让我回想一下，先鼓对人。他现在怀疑自己。直接讲吗？直接讲吗？Tricky House， 答案是。没事，下一位是陈杰，对，下一位是我，陈杰准备好了吗？我还好。
他会手腕，右脚往前踏一小步，双手从脖子往后脑勺摸，在臀骨处交叉，在臀骨处交叉，最后叉腰。右手很酷的在下巴比气，觉得是 semi free 吗？你现在这么快就正了，你要刚刚聚聚的面子往哪里摆？没关系，他是前五岁的，不理他了。我确认一次，请问你的答案是 semi free。我拿你怎么办？哇，蔡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我们超越句句就好了。面向前方，双脚张开与肩同宽，脚蹬踮起后，膝盖左右同动，同时双手握拳向上交叉打一下，再交叉移到胸前，然后肩膀先向左倾斜，再向右倾斜。我这是向左倾斜。哎，你知道答对哦，李泰容。二，面向前方，双脚一样与肩同宽，左脚踏一下，同时双手握拳，在身体两侧摆出秀肌肉的动作。错，肩向左倾斜，接着再向右倾斜。左肩向左倾斜，再向右倾斜。三，面向前方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左手伸直垂放在身体后面。右手张开向上伸直，接着向右伸直，像要推开东西一样。啊？真的抖吗？真的抖，大家抖对啊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NCTU BOSS。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不会跳。我只会这个而已。哦吼！我不会跳。李泰容老师，等下我要猜到去一些地了，真的。哎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就觉得我第一题比较难，不公平。可是那是你的 solo 啊，这你们的 E round 很惨烈的失败了。没关系。我们还有两 round 。好，那我们直接 round two 喽。没问题。那你们接下来要派谁呢？我。老屁股。我给大家一点心。哎，我没有拆舞。哎，这样。他都是这样，没有拆舞，都会跳。我不会跳，我不会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喽。好，第一步，身体面向右前方45度角，左手边跳步边抬起方向，左脚。脚边跳，同时双手握拳捶自己肚子一下，再伸直双手张开，再伸直双手张开。以上动作重复3次后，双手最后握拳在肚子前方。二，面向前方，双脚合并为蹲，双手张开碰膝盖一下后放在胸前，然后右手张开放到嘴巴前。同时左手放到臀部，边摸边向左扭，接着左右手交换反方向再做一次，超帅的。第三步，面向前方，左手打开放在胸前，面向前方，左手打开放在胸前，左手打开放在胸前，右手摸右脚膝盖，右脚，同时右脚向外开一下后回来。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。对。下一位是恩恩，恩恩，好，
好，第一步，双手比一放在耳朵旁边向后倾，在180度转指向前方。二，双手张开放在前面，右手像洗脸一样上下滑。是这样吗？同时头部往左歪，跟臀部左右扭动。最后双手跟梳油头一样性感的摸头。等一下，我腿是什么姿？再转向右方，双手张开放在胸前，双手做到你来看，同时胸口往后缩。我们要召唤漂亮的恩恩出来。恩恩漂亮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季 local。啊耶！我还是不会跳。我也不会。这没有人会有这难。你看，他说他不会，然后我会跳。你看是不是？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谢谢刑犯。我不会。有猜到。我要睡着。好，一面向前方，双脚并拢。嗯。双手张开，掌心相对。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，像拿水晶球一样放在身体的左前方。接着双手依序从左前方移动到右前方，同时右手稍微向下打三下，右脚跟着向前踢三下，最后左脚向后勾起来。等一下，我应该知道。等下，你们水晶球怎么拿的？水晶球不是这样吗？这样。二，面向前方，双脚并拢，右脚微歪，双手张开向上伸直。Oh my god！ 然后小气的朝地上丢东西。小气。左脚微弯，双手握拳，从身体两侧关起来到脸前，然后双脚并拢，换右脚微弯，双手反着叉腰，然后胸口向后打一下，最后双手在身体前面拍一下。我是女舞啊，你是女生？等一下，水晶球三下，三下。我知道。根本没有跳过，那跟原谣很像。
来，试过。我要调节你的难易。哇，不要啊！哎，他真的很强，他真的很强。面向前方，面向前方，双脚张开与肩同宽，双手朝两侧下方打一下后，伸直在头上方拍一下，然后右手由下往上摸腰，右手由下往上摸腰，摸腰。接着左手指向别人，左手指向别人。接着左手放回身体左侧，左手放回身体左侧。同时右脚踮起脚尖，膝盖向左臂膜，膝盖向左臂膜。最后左脚向后踩，左脚向后踩。同时双手张开，从胸口开始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右，端盘子。面向前方，双脚张开与肩同宽，双手放在臀骨上，然后双脚维持宽度后，边扭肩边走两步。三，面向前方，右脚再踮起脚尖向左扭动，同时右手握拳向右下方伸直，向右下。你的视觉左边。右下，右下。左手捶胸口两下后，身体转向左侧，双脚张开与肩同宽，同时左手摸头一下后向前指一下。啊，左手。这也太难了吧！哇，这个他真的调整他的难易度哎。现在是男生，我现在是男生。啊！现在是男生，因为这题太难了，要给你点提示。前面还在想是男女舞的时候，他们旁边的人已经开始。谁让我打你方向想？等一下。边走肩边走两步。后面的人好像知道的。双脚张开与肩同宽，右脚脚尖在左边停下。
同时双手从身体两侧由下往上画出，由下往上，然后在身体左侧，右手扶着左手手腕，右手由下往上开始转180度，依序从头、胸口、臀部都朝右打下，左脚微弯站37步，接着双手相叠放在右脸下，然后右手往上，左手往左袖指甲给大家看。好，我好像知道了，你可以先继续。好，我觉得可以猜了。爱子玩的 Panorama。啊！难怪你刚露出那个笑脸。这个已经快爆了。Panorama。给我吓到。哦吼！太屌了！太厉害了！我们有一个礼拜。恭喜我们选手获得一个礼拜耶！希望下一组人不要猜太快，我们会看起来很尴尬，给我们一点活路。好，谢谢阿颖，阿颖邀请我们当第一组嘉宾。那你们最近频道有什么新片想要宣传的吗？我们是周更频道，每一个礼拜都会上不同的影片，大家就是搜寻 Puzzle 就会知道有什么新片。PAZZOL，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支片上了之后我们到底发了什么。对。分享以及订阅 Panel 的频道，欢迎出场一样。